马克尔勾墙走，很冷静。小天想开，哎，被逮住，闪现，闪现被逮，叫个闪现拉开一下，反手要骑进去，他后悔了呀。会是很尴尬，根本的拖时间，牛刀你会上花了，毁掉了，完蛋了，逃跑，只剩杰克，杰克的超级击败杰克，杰克还在努力输出，杰克有复活甲的，杰克，两比一，杰克，从怀里面去，打不过好像。我无杀了，还有闪，向前闪现，杰克还在操作五杀，我靠，五杀嘛，那一波了呀，一波了呀，这个时间段肯定一波了呀，四十分钟，哇 ，Buki 被 ONQ 闪顶进去了，哇 ，Buki， 好可惜啊，这波。我操，欧文机会找得好呀，欧文！但真的一波吗？等一会13秒，一波，随便一波，双 C 拆塔太快了，主要真的是双 C 打得太快了，双 C 推塔就是太快了，剩其他人可能还不好说一下。哇，滔博这把很可惜啊，不过还行，滔博有复活甲。正面过来撞小天，小天，小天这边闪，他那个没到了，回头滑铲吗？能 A 到吗？刚好多时间，空两下，我输了一秒了。但是杰克还活着，杰克，一死，杰克有闪，哎，误杀了，大哥，打不过呀！哎呀，这给侠玩起来了，还五杀后面。欧文就是世界第一辅助，一个打16000，一个打14000，太猛了！欧文立阳功了，欧文。结束了呀，要不然破纪录了。怎么这直接被开会被秒吗？不会被秒。这边大的人好差，只要谁有踩回来了，高天亮，这原地等死了，这个位置只能上方被顶回来，上方被秒了，结束了，兄弟们。但是斌这边又去送了，这边然后后续还有吗？侠的输出点爆炸，这边又勾回来熏，这边阿离还在输出，闪现咬没用，侠打不过了，杰克。哇，一波了，五杀了，小友哥。Looty Pentakill 一波了。小天想开点子这波脚，别，千万不能亮开。小天被开了，交闪，快交闪！哎 ，S 开大了，小天反开，小天这个位置是没闪现的。小天开了个表，鳄鱼这波有闪，两个半炮，我操！哇！能结束吗？这波团？这个我还活着，先别急。这个我都有操作吗？这个我还活着，这个我还在输出。要等复活甲，不能乱飞，不能乱飞。我飞进去了，这个我。倒钩，那里有个誓言。哎，这个，哇，五杀！我操！这我团打了16000，好像休想。我操 ，Eric 打了16000的输出，但我说实话 ，MVP 要给我。这波团的月给我，能一波吗？20秒，好像可以啊。一波了。